你好，我是编号7的许佳年 Jasmine Go， 今年53岁，有两名孩子。我是一名机器操作和维修培训导师，我从事这份工作已有32年，所以我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。我喜欢旅游，愿意和结交朋友。再来也想告诉大家，男生能维修机器，现在的女性也能。别认为我是男人婆，我有温柔优雅的一面，谢谢。